今天来给大家做个开箱啊，这个开箱呢发生了一点点意外啊。这个我之前开过一次箱了，结果开完发现这个软件崩溃了，开箱文件损坏，用都用不了，恶心到我了。那我现在模拟一下开箱吧，这次就来模拟开箱。这次开的是那个 GetTrue 的那个特点啊，是同业的一些相关的周边啊。这个挂画就不看了啊。这次买的是那个豪华版的，但是这个好像有点核损啊，还好我，然后我不是什么核控啊。这个是创编辑的资料集啊。这个资料集的电子版我之前在网上搜到过，就简单的翻一下吧，想看具体的就去看电子版的吧。它里面有访谈的，这个访谈应该会发到批评上面，就有不在这里慢慢展示了。就剩下的东西就是些杂物了，有什么说明书呀，那个激活卡呀，这个驾照问卷之类的东西。然后这个豪华版包括 OST，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，像 OST 就不要去买了，挺好的。然后这个创的那个豪华版最神奇的一点是它里面附赠了一支钢笔，哎呀，这是我觉得最神奇的一个特点了，附赠一支钢笔。这个霓虹的钢笔的里面的结构我是没见过啊，以前小学的时候用钢笔啊，小学的时候被要求用钢笔，这个里面钢笔结构和这个完全不一样啊，这个有懂的可以说一说。哎呀，像创这个实体我等了好久好久了，你像创发售是去年这个时候呀，实际上呢还有一个特实体啊还在路上啊，这个已经订了超过一年了，这个等它到了以后我们再做开箱啊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吧。